跟好我的节奏。嗯，第一道题，举例说明大海里面漂浮着的东西，说大海里面有什么？螃蟹、对虾，该你了。塑料袋。答对了。去你的。哥啊，他说啥你听没？说啥了？他说塑料袋儿。塑料袋儿啊？啊，特别好。你是不是有点赛脸啊？大海里哪有塑料袋儿？我大海里怎么没有塑料袋？没有。有塑料袋？没有。不是，来，我跟你掰着行不行？你说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个有一种污染叫白色污染，嗯，就是好多垃圾啊排放到大海里边了，嗯，甚至于在海洋里边形成了一片垃圾洲，嗯，那个垃圾洲里就有塑料袋，嗯，所以说人们这个答案啊有创意，不走寻常路，还答出了环保意识，我特别喜欢。哥，那个。